小敏。妈。姐。小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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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是咱们俩的恋爱一周年的纪念日，祝你纪念日快乐。停停停停！妈，妈，我妈和小俊，你说你是网约车司机啊？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我儿子要给我惊喜，他一定要考清华。我一定可以考上。陈卓到，不能让小俊知道我有男朋友。感觉咱俩这是搞谍战工作。陈卓同志低调。哎呦，怎么这？哎呦，这低调这个。爸，嗯，谈恋爱可以，结婚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都有一个继父了，我再来个后妈，万一他给我喂毒苹果呢？想跟你八卦八卦，你爸是不交女朋友了？饭也 OK， 可以下来眯醒。咱们俩好着了呗。你们两个人都离婚十多年了，每周都往我姐家跑。来来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当年要不是你，他不会是我的前夫。你们家事儿可真多。我就是来及时制止你这个危险行为的。我的生活你们根本不理解，你现在全都赖起我来了。唉，怎么这么多的烦事儿啊？谁的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、风平浪静的。你之所以成为刘小丽，就是因为你经历过那些事情，那些开心，那些伤痛，通通都属于你。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要面对和解决。爱的力量是很大的，有爱的家，无论走多远，都是一个温暖完整的家。Thank you.